这一罐我要收。原价将于1/7到28/7期间推出勾坠又疗愈的小熊维尼系列加价购。只要用400点全家点数就能加购维尼系列商品，从蜂蜜罐中钻出来的维尼化身造型蓝牙喇叭，拿着支来放背景音乐，感觉整个空气中都充满了维尼的甜甜气息呀。 Tilda 造型蓝牙喇叭拟真独特立体设计，搭配限量蜂蜜罐造型，可爱的维尼从罐罐中探出头来，真的好卡哇伊。大鱼小鱼造型指环扣，小熊维尼跟小猪一起登场，勾坠又实用的手机指环扣，用的时候感觉会引来大批路人询问啊。 XC 造型票卡夹，又是一个透支蜂蜜的维尼，用来放悠游卡证件都方便，让维尼陪你在外面啪啪到一整天，心情都好棒。 Tilda 造型 AirPods 收纳套，让维尼帮你保护好无线耳机。黄色的外形总觉得有点甜甜的，造型挂绳超有质感的小熊维尼挂绳，给你满满的小猪和维尼。黄橘色的鲜艳配色活泼又青春，不论挂什么都美美搭。期间1/7到28/7，地点全台全家便利商店。好可爱好可爱好可爱，好喜欢这么勾坠的维尼化身各种不同商品，每一款都是维尼控的心头好。